看看新闻网。那我们接下来今天的下一个故事就是有关于一个出国的故事，是谁要出国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妈妈希望你能留下来，我们需要你，这个家需要你。曾经是报答太多的感动，曾经藏在我心中，我儿时你买菜贴家用，穿梭在艰苦中。欢迎你，我们的演唱者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